各位，我要先给你介绍咱的新的 partner 丁顾问，财务部的副总，以后有真侪所在需要可以发挥伊的专长，咱欢迎伊加入咱义泰大家庭。请大家多多指教。今日除了要介绍财务部的副总给大家认识以外，开会上重要目的，咱要试吃咱的新产品。义泰准备要推出牛奶跳舞。咱用的成本比万代搁较悬，咱行的是高级路线，所以请大家试吃以后提出你宝贵意见，我会针对你的意见调整咱的销售策略。万代牛奶跳舞上市以后销路袂歹，所以伫气势这方面咱绝对袂人输，咱的销量绝对也超过万代，咱一定要做消费者心目中正版的完美。这关系到咱义泰是毋是咱徛稳食品市场。咱的地名都一定要拍出来，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。搁刷嘞，我请严经理向大家说明，咱产品的特色甲万代有啥物无同款。严经理，各位董事、主管，咱义泰牛奶跳舞才是正版的完美，比起万代，咱伫咧口味还佮品质顶端都有升级。这我拄仔已经讲过啊，我都讲话你无听。总经理，是的啦，张胜元哥也嘛无去啊，阮两个人找规暝拢找无，伊足烦恼的，今日才会安尼戆神戆神。无安尼啦，今日哦，我代替伊来讲。亲人失踪开始是大代志，我等下派人到三江去找，即摆莫因为这件代志。耽误的公司，总经理讲了对，我来就好。即摆万代抢先牛奶跳舞，用的是家庭口味，包装设计嘛是行平民路线，咱针对这点来做出市场区隔。即摆社会都是咱的人占大部分，而且几乎拢是外食，加上人士钱拢钱会干咩，开在家己身上。吃一顿普通的排餐，拢要先有肉起跳，所以吃不起，一顿要办几颗米其林三星料理。咱就锁定这个人客，让伊用普通排餐的介绍，就使吃到米其林三星主厨配方的料理，高配不贵，蛮好人客有尊荣感。今麦先大家试吃看卖。我拢试吃过啊，哈！大家莫客气，实话实讲，咱才能保证品质。孙董事，你美食这方面你算是老头，你有啥感想？这头一嘴啊，是真有质感嘛，口味啊嘛真高啊，也毋过啊，搁加只几嘴落去，就吃袂落去啊。应该是这啊，调味下了伤重。等到是万代啊，一上市啊，我就去买啊，口味啊也搁袂歹啊。好人啊，一嘴接一嘴啊，吃较饱，汤头啊，搁入到碗啦。我嘛有同款的感觉，啊，咱的哦，就是唔知影倒位唔对，料是真好，要唔过料食完了，汤煞无想要啉嘛，敢若亲像泡过啥物的汤底，味就是感觉怪怪。志玲。你有甲李经理斗相共，做几落改良来跳舞，你感觉安怎？我感觉咱的真好食，啊，不过汤头减一寡特色，就是减一寡，予人一定想要食的感觉。咱做食品做遮尼久，连口味的开发都输一个土法炼钢的李经理，这若是互传出去，毋是互笑死啊！啊，不过咱的包装较水啊。包装水，干来当配消费者一盖。我要做的是长销热卖品。包装水，口味无好，咱安尼嘛是白了工。咱用的拢是上好的材料，哪有可能会输啊？
你甲食品业看得太过简单啊！用上好的材料，无一定会当赢。食品业上重要的就是口味的开发，调味的能力是趁钱上重要的关键。咱用比万代搁较悬的成本，咱一包爱500块才能趁钱，万代一包才250块，凭这点，咱就无竞争力啊！咱永远拢是上高级的，当然是这种成本啊！你根本唔知道我咧讲啥物。食品业甲开餐厅是两回事，开餐厅人客看你烹的菜色甲装潢，伊才要付你偌侪钱。伊也毋过食品业，产品伫放伫架上，贵的甲小拢放伫家己环境，无人介绍，都是爱拼口味甲宣传安尼。都算讲咱的主厨够较厉害，伊也毋过用开餐厅观念来做料理包，咱注定就是爱失败。加高品质，高介绍。啊，阁有请米其林主厨来负责，这都是甲总经理报告过啊，嘛有经过总经理的同意啊。我是有同意无唔对，也毋过你要负责互咱主厨知影做料理包的差别。你就是无传达伊这个观念，所以咱主厨才做出无竞争力的商品。参照这种商品，都算讲商家，咱嘛是注定爱失败，嘛是爱滞销。你莫叫是你手注册，咱就稳赢的。今日结果证明。在食品业，你根本就是门外汉。子丁，严胜元伊对食品业无了解，我袂感觉意外。啊你呢？你伫板台遮尼久，而且讲你跟着李金武身躯边做遐尼侪个牛来跳舞，敢讲你拢唔知伊有啥物配方？我已经甲我知影拢讲互恁知啊。啊，不过牛姐伫咧煮牛奶跳舞的时阵，就足轻松的啊。我看袂出有啥物特别的，恁讲啥物独家配方，我就真正唔知道是啥物嘛。无可能，一定有，一定是你无注意到。其实，只要是别人煮牛奶跳舞，都会减一味。只有姑姐煮的牛奶跳舞，才会让人哦食了会得志。我嘛唔知道为啥物。我有想起，伊有讲过，伊有独门配方，而且无人会了。你看。我不是讲一定有，您即卖一定要先找出伊的独门配方，咱再来开发咱的口味。不过总经理，进前的指示是要做出区隔，所以阮才无去甲伊的配方无我清楚。你莫阁找理由啊！做出区隔虽然重要，也不过重点是咱要做出比因更加好食的产品。连因口味的基本拢抓袂到，就算我咱的材料更加好、更加贵，咱嘛是会输。非得不管安怎，你一定要想办法，找出伊的独门配方。是，总经理，我一定想办法，我来意大利牛奶跳舞，超过万代产品。讲会到，你都爱做会到。老公，我拜托你莫阁生气啊！爹哋是因为咱未找到甲万代当比拼的产品，伊才发脾气的，伊毋是只针对你啦。新婚古丁，古巴我也知。咱也是知，明明比因搁较高级，为什么还袂过瘾啊？你李家待遐尼久啊，牛奶跳舞应该是在这边啊。李金龙，你来跳舞，到底是佮干啥物料？是咱唔知影。我无啥物印象啊。啊，牛姐本来就唔是啥物专业主厨，因家的灶卡普通普通，煮菜洗菜，嘛无啥物特别啊。唔过李金龙刚刚呛声，讲有独门配方啊。这独门配方，这是重点。即摆好好想看卖，应该煮的时阵。有啥物步骤较特别的？哟，你莫阁逼我啦！我真正唔知影。而且牛姐咧煮的时阵，万把的唔热热啊，我真正唔知影啥物独门配方。老婆，我知影，我伫问你同款的问题，你伫感觉真烦。
啊，不过即摆公司只有你看过李景如做牛来跳舞啊，你是公司的救星。即摆大家拢需要你斗三工，才当逆转胜啊！你搁替我好好想看卖，我保证这最后一届啊。应该讲的我拢讲啊，就算讲哦，真正有啥物独门配方，嘛可能伫引导的灶卡，无的确是迄种最普通的物件。就参像美食节目咧讲啥物独门配方，拢是一款无特别啊。那呢？你是不是当去牧场探听看卖？无的确，就咱知影这个配方是啥。那有可能？你袂记只先，我因为你的关系，我估计三阵出局啊。我哪有好意思去甲问？就算讲我即马交面皮出现伫伊面头前，伊嘛会提防我诶，哪有可能问得出啥物啊？这嘛袂用诶，遐嘛袂用诶，到底是要安怎？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？咱已经无时间啦，每天都慢慢处理啊。我知影爹哋予你足大压力，你足着急，我嘛同款啊。啊，不过我认为你莫阁想啥物独门配方，应该找总部师调整卡味，安尼较实在。而且哦，咱一定成功诶，对不？